工程总进度呢已经超过了22%。在4月20日下午以来呢，这个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已经完成了18个总段的吊装，预计将于明年的春节前后实现全船的整船的贯通，也就是跟建筑业里面一样叫封顶。那么到2025年的五一节前后呢，我们将实现第一次的完整性起伏，计划将于2026年3月底实现完整性的出屋，我们就叫下水。那么预计到2026年的年底前，将通过试航验证和船机社的这个发证之后呢，完整的交付给这个我们的客户爱达邮轮。那么相比一号邮轮从下屋到交船的时间，同比而言，我们压缩了8个月的工期，那么整个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将进一步的提高。